为什么你斩咗我嘅树嘅连接，擦干我河流源头嘅眼泪？为什么你将我嘅雀嘅喉咙绑架咗佢嘅旋律，窒息咗我哋深海嘅鱼嘅欢乐？小心啊，我愤怒带嚟人类！小心啊，你哋呢啲现代嘅文明人类，你为什么把我哋嘅绿色变成黑色，仲用埋毒药，把我哋嘅喜悦变成伤心、悲痛和忧虑？你吹在我哋面上污染嘅空气，塞咗我哋嘅鼻，你嘅斧头破坏了我哋嘅树林，使佢哋成为货架同埋古灵。你嘲弄咗土地，垃圾显示咗佢嘅能力，死人嘅坟墓你都挖埋，夺走佢哋对复活日子嘅祝福希望。你将佢哋休息嘅地方变为仓库同埋商店，了不起啊！你如何仲同我买埋爱情？你期待我俾啲乜嘢呢？你哋人类现代文明交易和不道德，我爱你哋比崇拜更甚。你哋绝对我加以排斥、愚弄同埋否认。我系母亲，拥抱着你，冇有耐力，谁能拥你入怀？你正等我俾你一个拥抱，或者系拍拍膊头亲一亲。亚当嘅仔，我被灵体所惧，我变得愤怒，大汗淋漓，咬牙切齿，我恐叫，在我的愤怒、惊惧同埋恐惧里，地震嘅破坏从入边开始，洪水做嗰边冲走一切所想要嘅陆地和旱地，火山都将其严峻，洪水淹没了农业同埋畜牧业。你是否停止犯错？现代人类，你可否想过，你真系唔怕将来更伟大嘅？在你消灭全人类之前，现在仲有余地调和嘅